本机床是用于各种材料，铁、铜、插芯锁加工，即送料机连续进料、切断，两端钻角大孔廓台阶切重槽，钻四孔，双面倒角平两端面。公司钻弹子孔一、钻弹子孔二，导内角、弹子孔检测自动卸料等一体式加工组合机床，设备配有铜粉自动收集装置，实现产品数控全自动化加工，具有高精度、高效率，既节省人工又大大提高产品合格率。 是锁壳加工的理想选择。机床采用全四副驱动，各个机构的钻孔显槽参数均有程序控制，显示器操作控制尺寸。传动采用进口导轨与轴承，产品稳定性大大提高。主轴动力采用电机与高精度主轴组合，主轴采用 BT 刀柄，具有更换刀具方便等优点。两轴采用同步皮带传动，具有传动可靠、噪音小等优点。 感谢您的观看。